家好，我是劳拉。大家好，我是刀哥。今天我们去一个村里玩，那边有一个文化节的活动，带大家去看一看。那边有吃的，有玩的，咱们今天去看一看那边怎么样吧。但愿那边有烤肉，吃烤肉去。对，他只想吃烤肉，馋死我。我跟你说，那个一会儿肯定有烤肉，那个地方。金秋令。我猜测有，肯定有烤肉，有西班牙海鲜饭，这是肯定的，我猜测啊。哎，西班牙海鲜饭我就不吃了。有烤肉。也很好吃呀。有烤肉，吃点烤肉还是很好。你吃啊，你吃西班牙，你去吃那个炒饭。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，咱们可以去玩玩。我们也真的太久没有出去玩了，最近太忙了。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12号公路，这条公路周围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美的，道路两旁你可以看到满眼的绿。我们现在是逐渐的在往山上走，虽然说是山，但是你要知道乌拉圭的海拔并不高，最高最高的山也没有超过600米。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这些农场几乎是没有人给你种地什么，大部分都是这样荒废着的，也有可能不适合种地或者是什么，我们也不懂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在乌拉圭的大部分农场全都是这样，很多人都是用来养牛，当然他养的牛也没有很多，所以你只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牛在一些农场里分布着。这些农场都是以公顷来计算的，最小最小的也有5公顷，而且这样的很少见，大部分都是几十公顷的。你看这个天上的云就好像触手可及一样，真的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乌拉圭并不是高原。我们到乌拉圭的第一天就给了我这种感觉，你看现在仍然是这样的，好玩吧。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小村呢叫 Pueblo Eden，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伊甸村。我们是第一次去这个小村子，以前我们有路过一次，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进去。今天呢就带大家好好逛一逛这里，而且我觉得这里真的是名副其实。这个小镇住的人非常非常少，到现在可能有3位数了吧。它一共就只有几条小街组成，就是地图中这样，而且这里的人都非常安静，他们也不喜欢吵闹。这真的是一挺好的，特别美的一小镇。是吗？我觉得比我们马村还漂亮。不准你这么说。啊，不准你这么说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要从马村出来，我们就搬到这儿来，挺好。这里是手工艺品。不爱走。这个帽子是600比索。圣诞树这有圣诞树。嗯。马上就要过圣诞了，乌拉圭的圣诞是夏天。这里有画画的，啊，那个是羊骨头还是羊头还是牛头？1200一个，嗯，那个是1200比索，那个是1400比索，这个是850比索，嗯，好嘞，本地呀 ，muy linda， 谢谢，oveja o vaca， vaca eso， 哦 eso， no no es caballo。哦，嘎巴修，嘎巴修，哦，嘎巴修，嗯，哦，是马头 啊，这是马头，剩下的是牛头。哦 ，gracias。马头要便宜点，马头是850。gracias。Hola。Hola。Hola。马鞍子。嗯。啊，这里人太多了，我们去下一家吧。这是法国人的。哦，法国人的。嗯，不是法国人就是德国人的。他们是一个组织，清理十二号公路的组织。啊。那这儿。Un grupo de vecinos， 就是他们邻居的组织，然后清理十二号公路。啊，是那写的 Luda Limpia。对。好嘞，嗨，China，你好，木加格，木加格拉斯，他说他们有一个那个房间，嗯，睡就是也跟我们一样民宿，做民宿的啊，哦，我看到了 Vinia Eden， 哦 ，OK， 木加格拉斯，木加格拉斯，真好吃的。
con miel. Sí. Sí. Mm. Muchas gracias. Muchas gracias. Muy, un gusto. Muy rico. 你看，热情。我的西班牙又进步了吧？嗯，太棒。老公这边是手工皂，200一块，那个是70一块，我们自己也做呢，就算了吧。羊毛鞋。哎，这顶绿帽子挺好看的。对。你戴我戴。我戴呀、啊，这绿帽子挺好看的。你看看这个多少钱？哎，没有写。啊哈。A base de plantas y lo impreso también, está impreso con las mismas hojas o flores sobre la tela. Ah, 他说，他说，啊，它是用花染的色是吗？对，他说都是天然的。啊，太棒了 ！Muchas gracias. No, a ustedes. 啊，这里还有。La fruta y la mermelada. 这边是卖蜂蜜。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贵啊？肯定是那个什么的呗，有机的吧。这里的欧洲人占比非常非常高。在疫情前的一段时间，我和刀哥曾经去农夫市集摆摊儿。这个球一会儿小孩子们会给他打破。在农夫市集上摆摊的人，很多人都是法国人、德国人。我们在那里是唯一的中国人，也是唯一的亚洲人。但是因为疫情开始了，我们就没有再去了。其实，在那里摆摊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。哦，这个冰箱都搬来了。这儿已经开始准备了，看到没有？西班牙海鲜饭的盘子已经支上了。啊！我就说这儿有西班牙海鲜饭吧。嗯。这是人家专业做西班牙海鲜饭的，一看就是。看到没有，他们这种米啊、嗯、就是乌拉圭卖的这种米啊，都是这样的，跟我们吃饭的那种米是不一样的。其实它很硬，它也没有什么粘性。我们吃的米是精米，这种米品种不一样。对，品种不一样嘛，就是这种米更适合做西班牙海鲜饭，它就不会那么粘嘛。咱们要不要去那教堂看一眼？可以的。Un momento, sí. Muchas gracias. Momento. 哦，这儿有烤肉，好香。这儿烤肉，烤肉。好香，好香。他叫我们过去干啥？叫我们去。他说你要，他说你要不要尝一尝？嗯。他不给那小孩在尝吗？嗯哼。说你要不要尝一尝？给你馋的，是不是？嗯、是。哇、哦，这个小村子真的，小村子的这个广场多棒啊！哇，这个小教堂。哇，这个小教堂真，小教堂也好小啊。这个比我们马村的小教堂小很多啊！啊，这个教堂是石头的，好棒啊！乌拉圭人大部分是信奉天主教的，每一个有住人的地方，不管是城市、村镇，都会有一个教堂。这个真的是村里的教堂，特别小，但是。特别精致哈，感觉，嗯，什么也不缺，干干净净的，好干净啊，这个教堂真的。这个地方平常应该是非常安静的地方。烤肉已经开始啊，这不是烤肉，求利索。哦，这是烤香肠的。嗯。Señor. Okay, muchas gracias. No, de nada.烤虾，啊、面包150，买一个面包150。嗯，我们先看一圈，然后回来我问他。嗯，现在人也多哈。Hola. 这个饼上面全是糖哎。嗯。啊，在这儿。哦。嗯，你挺好吃的，魅力够。Muy rico. It's good. También comida uruguayo. Namibia. Namibia. Ah, Namibia. Ah, sí, sí, sí. Okay. Dos y dos. ¿Dos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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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¿Dos?
真挺好吃的，这跟那个手里做味道是真的不一样。嗯，我也觉得是，我觉得这个是纯牛肉香肠，它跟那个平时那个乌拉圭的那个丘里索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广式香肠那个粗度。啊，对对，这根是巴什比索。啊，这里是卖羊皮的。烤猪肉。这个。哎，行。这还有毛呢。那是皮。哦。带皮烤牛肉。320。烤牛肉带皮带毛，三面不给这个。OK， muchas gracias。等会儿没找钱。OK， muchas gracias。A las dos y a las tres。Venga, niño。Hola。Vamos a comenzar entonces. ¿Cómo comenzamos？ 这里是卖甜品的，这是卖蛋糕的。La vieron la piñata allá atrás？ La hiciste vos。No vale。Tierra, pero saben que le dicen el planeta agua. Ahí está, muy bien. Vamos a comer. 这么一溜弯，就觉得不太饿了又。不太饿了也是。Ahí está, muy bien. A ver, a ver, a ver. 你说那巴什比索那么一根值不值啊？还是值的，为什么呢？那他那个肉好呀，而且全是牛肉啊。跟他再要个袋子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他就这个袋子就行了。我主要掉了，我主要是不能这么夹着。啊啊！Muchas gracias。OK， muchas gracias。我们都没找他，他就说过来，过来。好，去他们家吃啥？去谁家吃啥？这个吃丘里索是不是？对，当然是吃丘里索了。Hola。Hola。Con lechuga, criolla, cebolla, chimichurri, tomate, mostaza, alioli。生菜。这个。Tomate。OK OK。那边那家也有热狗。哪家？那家隔壁那家也有。一会儿我们再买一家那个他的热狗。好了，那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吧。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我们把它分成上下两集，更多的内容请看下集。谢谢大家的观看和陪伴，咱们下集再见吧。